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着杨绛学画画。画画并没你想的那么难。新的一周，然后咱画点新鲜的东西。之前的话，你看咱画了好多好多的风景，但是对动物方面专门开的一周课还从来没有过。所以咱这一周的话，然后全是用色彩啊。之前的话，咱是用素描画过，这一周的话，咱全是用色彩，然后画各种各样的一个动物。那第一天的话，咱先从简，然后到难。简单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装饰性特别强的，应该有的人能想到，也就是一个火烈鸟啊，是一个自由洒脱，然后象征这个爱情忠贞不渝啊。这种鸟的话，是不是象征意义也挺好的？挂在家里边，是不是也非常漂亮？最主要，它非常简单，有时候适合刚进来初学的你去画这一张画。那咱现在开始看一下这张简单又漂亮的画儿是怎么样出来的。首先，你看画的时候还是得找见地平线啊，又回归到了风景，所以就得先画地平线。这幅画的话，装饰效果性会比较强一点啊，咱就把它放到一个中间，然后整个身子。还有头部大概在整幅画面的什么位置，咱们它大小一定得定的。你要定的太小的话，它会显得有点太小气啊；定的大了的话，会有点太撑啊。所以一定得把它这个大小关系也给它找对了，然后才可以。啊，这个身子基本上也就定了它。整幅画面的一个大小，然后脖子这一块是从哪儿过来的？脖子的一个形状，头部的一个形状。然后还有嘴的一个形状，腿的一个形状，啊，你看啊，之前的话大家说有时候看不见，我这一张的话专门。用了一个特别软的铅笔，用的一个五 B 给大家打型儿。你看现在打完之后，还得在这儿描几下。这个型儿现在就重了吧？现在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了吧？但这一会儿画这个颜色的时候，这个有时候特别亮的铅笔印儿会影响到它。啊，地平线画出来，它在水里边大概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它会一直连下来，原因是什么样子呢？因为底下也有它的一个倒影关系呢。啊，但是这个倒影关系的话，没必要给它画得特别强。啊，给它有一点就行。因为这水里边有好多波纹的一个关系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画的时候，形儿方面非常重要。这张形儿的话非常简单，大家画的时候也得细心一点。那咱现在的话给它上颜色，颜色方面也简单。但是上颜色之前我忘了画一点，因为后边这一块的话得有点东西，所以后边这儿的话是一个云彩。啊，咱得把云彩这种关系也得给它画上，啊，因为我现在打上型儿，一会儿也要改掉，哈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咱现在开始给它上色。
这一张颜色方面也比较简单啊，又回到咱之前，你看湖蓝颜色，然后这儿的话给它加白。刚开始的话，蓝颜色肯定会比较重一点，然后越往下走的话，加的白会越来越多。那越往底下走的话，加的白会越来越多。啊，你看，一看白颜色就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吧？猫现在有点太兴奋，它也控制不住它自己了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拿上白颜色啊，这块画的时候就得多去注意啊，纯白，因为咱画的时候就开始找它的一个形状了，这儿最好是拿一个咱稍微小一点吧，圆头的一个狼毫笔啊，拿的笔越小会画的越细啊，但是注意的话就是不要给它那个画的太散了，就像底下的颜色现在没干，该亮的地方就有点亮不起来，但是背景的颜色你还不能给它太厚，因为一厚了之后，前边画到这火烈鸟的时候你得画多厚呀。那这块的话该过渡的地方，趁它还没干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过渡开。
该亮的地方还应该再往亮里边去走。你看这些灰的地方，稍微给它有一点儿玫红的颜色。啊，因为有点暖色。一会儿画好列鸟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一个暖色，你要画到云彩的时候，在这儿得转，把笔转起来。亮部的话，必须得给它厚一点。啊，把该亮的地方必须得亮起来，就像这些，一层亮不起来的话，多画几层。啊，就是画画的时候，你一定得有耐心一点，不要着急。就像之前好多人画不出来的原因。的关系给它找一下，像远处的话也是湖蓝颜色，在里边稍微加一点群青，然后把这儿该暗的地方给它暗下去，啊，就这个蓝颜色，然后给它找见。越往前走的话，一个变化关系，啊，咱可以往这个湖蓝里边稍微给它加一点黄色。可以稍微薄一点，啊，你就能看见它的一个变化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。然后在这里边的话，该亮的地方，咱再给它往亮走，就是加的黄颜色可以再多，白颜色、蓝颜色。
这大的关系，咱现在的话，把这个火烈鸟，这个颜色咱也得给它找见。先找大关系，颜色也非常简单。把他那大脑袋一定得画出来。然后在这里边的话。得给它找一些暗色，暗色的话，你看用深红颜色，这个颜色的话就那么几笔，但是比较多的是一个大红，在尾巴这一块儿，咱先把大面积的画出来，再画小面积的。细节的地方可以拿根细小的笔去画，拿上勾线笔，深红里边稍微给它加一丁点棕绿颜色。
然后大红颜色这块的话，再加的白多一点，啊，得把它该亮的地方再往亮走。两大红跟中黄比例关系配比好，把这些该过渡的地方。然后把这一块稍微亮一点。啊，也是它的一个立体感，也得出来点儿呢嘛，不能说是画出来的话给人感觉平平的，包括脖子上。然后这块的话，再给它加一点白，把这边缘的地方，嘴是比较深一点的，咱把嘴得给它画得深下去。暗的就是刚才咱跟那翅膀一样，亮的地方的话，我现在直接挑的是一个大红。多个白点儿，然后在白点儿里边再多一个深颜色的点儿。然后画的时候，再把这个腿给它画上。啊，这只胖鸟，
是不是看着比较胖？能调的再亮一点，就把翅膀这块有些颜色，简单几笔给它提一下，让它亮起来。 你看，在水里边的画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波纹，也是有暗有亮。不仅是画它，然后咱得把底下的水波纹的感觉也得画出来。 也得调一个相对深一点的，用湖蓝的颜色、紫颜色、黄颜色。 湖蓝里边再有一点群青色。
你看这个是群青色，稍微多一点。线条的话，给它稍微错开一点。然后还是它，湖蓝颜色加柠檬黄，再加白。这儿颜色的话，必须得干净一点。你看地下画出来是这种感觉，再拿上勾线笔，白颜色，柠檬黄，柠檬黄的话要多一点啊。然后给它有一些线性的东西在。你看这张画多简单呢，啊，但是简单是简单，装饰性的效果的话非常强啊。你要装一个框子的话，这张画挂到家里边，它也会非常漂亮啊。像这种画就是偏向于装饰，越是装饰的话，越趋向于立体感并不是那么强，就是没必要好多东西画得特别写实，然后差不多就行啊，比较偏向平面。哈哈，所以这一张画的话，适合初学、刚进来的大家。啊，下来的话，多去画一下。